最喜欢就是快速局，一局不超过三分钟，胡了就可以为所欲为。天梯竟然还有三满，进化萨还是图腾萨呢。对面不想玩了。再来看看血 DK 如何作死吧。桑鼠翻车了吧，皇帝 K 也可以快速局，塔迪乌斯来了，可以退了。最后看看内战，又糊了。如果把把都这么糊就好了。祝大家开荒顺利，月月传说。